的地方啊，没想到山海经世界还有这种漂亮的地方啊。乐乐，只能休息一会儿哦，在天黑前还要赶路呢。知道了。虫子啊，小心真胆小。小星，你都这么大了居然害怕虫子，这样怎么做一个合格的战士呢？所谓有得必有与，正直的人绝对不会害怕的。哇，虫子啊，我错了，为什么连我也要挨打呀？哎呀，真好呀，我也想去玩啊。喂，大笨，我的饮料呢？来了来了。老大，你要的青柠苏打少冰。很好，加大激光力度数值。啊，还要加大？老大，你这是要置大家于死地呀、啊？怕什么？现在可是测试我最新的机器人，旱魃的攻击形态呀，吸取地表水分作为能量，从而发出死亡激光。这种破坏力，估计连乐乐的盔甲都能击穿。老大，你放过大呆吧，他是我们的朋友啊。是啊是啊，你放过他吧。那好啊，你们去代替他吧。其实大呆来测试挺好的。是啊是啊，激光再加强点也可以啊。来吧。他不是你们的朋友吗？停电了，老大，旱魃的测试把基地的储备能量都用光了，无法再进行测试了。哼，真是没用。对了，司徒乐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他们现在正在前往铜钱草林。很好，立即派旱魃过去，那里的能量多着呢。乐乐，你又捉弄人。别走，站住，追我呀，追我呀。哼，活该，叫你老捉弄人家。刚刚什么东西晃到我了呀？哦，原来是水洼反射的太阳光啊。哇，这里的植物好高大，好漂亮啊。哇，貌似这里叫铜钱草林。哎，不过很奇怪啊，铜钱草没有这么大的呀。这里的世界果然无奇不有啊。难道怎么了？乐乐，原来我还有让植物枯萎的能力呀。哼，关他什么事啊，能力又不是他的。化骨绵掌。喂，听听，乐乐，乐乐。那是啊，神兽。乐乐小心，千万别轻易接近他。呀，丑怪兽，试试我的化骨绵掌。哎，乐乐，乐乐，等一下，不要过去啊。哎，乐乐，乐乐。这一带的植物都枯萎了，这神兽周围的植物都被枯萎了。
难道它在吸收附近的水分做能量？乐乐，快停下，远离这神兽！充能完毕。哇，一看就知道这家伙非同小可呀。乐乐，别想这么多，变身吧。嗯，钢铁飞龙神兽武装。激光千万不能碰。哇，这威力啊，看来不能再拖了。秘技洛洛皮坎。好硬啊，糟了。怎样，斯图勒，叫你整天和我作对，我要你跪下喊我爸爸，不然就彻底把你打趴下。没事，老大，你继续吧。这激光太厉害了，要怎么样才能反击呢？别走，站住！太迟钝了，追我呀，追我呀！活该，叫你老捉弄人家了。刚刚什么东西晃到我了呀？哦，原来是水蛙反射的太阳光啊。哦，水面反射啊，我懂了，战斧模式启动。招乐乐盾挡呀，什么，居然把激光给反射了。金属表面也能将光反射，激光也是光的一种哦。所以这一局是我赢了。
为什么汉巴的激光会给反射的？是谁写的程序？大厦也有份，他写的程序的。你这个蠢货，看我不揍死你！老大，我是大傻，不是大笨啊！两个一起揍！集合，开会。听着，从斯图勒来到这个世界后，我们就没赢过一场战斗。有谁告诉我怎样才能赢啊？大傻，请他们吃老大煮的毒饭。用老大难听的长弓感化他们。用偷袭和陷阱。对呀，正面迎战是会吃亏的，暗处放箭才是我的拿手戏。对了，现在斯托勒去哪里了？沙暴森林。老大，如果我们在森林里埋下陷阱，这样就能引导斯图勒去往我方之地了。我们可以先在斯图勒必经之地放下阻碍之物，让他们停下脚步。哦，这样就可以阻止他们前进了。不错不错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的山顶上推下滚石，这样他们就不得已跑去老大你埋伏好的地点呢。对呀，而且我们升级后的汉魃已经有了新的能力，在沙暴森林可是有绝佳的性能啊。很好，立即进行部署，我要亲手把斯图勒了结掉。小西啊，你把我们带到哪里了呀？雷达显示是在前面啊。这大概是通往下一个目的地的唯一通道了。根据我的计算，我们可以用科技手段分解这些障碍物。哦，那要多长时间啊？一年。一年还叫什么科技手段啊？我好想回家，我好想念他。哎，乐乐肯定是想妈妈了。可怜的孩子。哇，我好想要空调啊，汽水和游戏机啊。你看那边有条路。资料显示那边地带很不明朗，本来那里是个大草原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刮起了沙尘暴。这种程度的沙暴，我们要是走进去的话，肯定会找不到方向，彻底迷路的。乐乐，保险起见，我们还是再想办法吧。怎么了？难道怪兽又来了？你不是说很累的吗？师爷，你不是说保守起见的吗？小心，你竟然偷懒作弊不跑，给我下来！吵什么？赶紧跑啊！计划成功，他们向着老大埋伏的地方去了。那我们赶紧去邀功吧。风沙太多了，连太阳都看不到了呀，这样我们会不会迷路呀？我们的电子设备也受到沙暴磁场的干扰，暂时无法定位了。这样的话不是永远都走不出去了吗？还不如找个人去探路吧。那谁去啊？
嗯啊，为什么是我呀？谁叫你刚才作弊不跑啊？喂，你们看那边。嗯，那里有红光啊。哦，那肯定有人住在那儿了，我们去求救吧。嗯，这不是住宿的光芒，是神兽。嘿嘿嘿嘿，我们终于见面了，斯图勒。我精心策划的计谋把你引到这里，这下你可死定了。你的计谋我早就识破了。什么？乐乐，你什么时候识破他的计谋的？我骗他的，是想吓吓他。啊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太大意了。这家伙还蛮好骗的嘛。乐乐，快变身，再次打倒他吧。好，神兽白狼机甲召唤。斯图勒，在这沙暴领域中，你别想碰到我一根电线。嗯，他消失了。啊，雷达被沙暴磁场影响失灵了。天王，你给我出来，别偷偷摸摸的。什么？后面？幸好只是擦伤，别想跑。嘿嘿嘿，不管怎样做你也找不到我的。嘿嘿嘿嘿，斯图勒，你今天逃不掉了。世间兽族根本无法知道在哪里攻击。啊，糟了！结束了，斯图勒。老大，计划完成，我们来向你报道啦。滚开，别挡住呀！我看不见前面了，快退出画面！快退出画面呀！哪个呀？是这个吗？快点退出！快点退出！胸口闪烁的黄光。哼，斯图勒，在这沙暴领域中，你别想碰到我一根电线！是开启沙暴的装置吗？好了没有？快点退出画面！气死我了呀！好，嘿嘿嘿，好险，差点打到了。斯图勒，再次发出哀嚎吧！沙暴装置启动。怎么没反应？哼，天王，你的装置不会再生效了。因为我对他做了一点照顾。啊，什么？被刚才的攻击挡坏了？现在才是真正的结束战斗，接招吧！
引狼乱舞。可恶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哇，小西，这条路真的是对的吗？上次你可是带错了一次啊。哎，看你说的，我可是带路小神童啊，这点小事难不倒我。嗯，这不是上次堵塞的路口吗？没理由啊。啊，我把东西方向搞错了。小西，看你弄的，不如让小星拉着我们全部人走吧，省力。哦，好主意，我赞成。啊，我也